别鼓掌！你掌声我明白，是为了欢迎我这位。那什么问你，说这小子这么不严肃啊，不化妆溜溜达达上台的。这里边啊有个原因，今天本来没我戏，不过在台下我听说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当中有一位过生日，所以说我必须上台来即兴的为这位过生日的人演唱一段清唱，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那位朋友问了，过生日人谁呀、啊？是你吗？不是。是你？也不是。是他吗？你不要猜了，一会儿我再告诉你。好了，那么下面和我们小乐舞民间乐团的乐队的哥们们姐们们共同合作这一段清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才想我走上台来深大一躬啊，口尊声观众朋友你要细听，今天本是良辰吉日，有一位寿星老就坐在你们当中啊，你要问这寿星人他是哪一位，就坐在不前不后不左不右精神焕发满面红光的，他就是老寿星啊，齐刷刷的给咱掌声吧，祝你越活越年轻啊。不要问了，顺着我的手绢瞧。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位蒙着盖头的老先生就是今天的老寿星。大爷，祝您老人家60岁的生日快乐。谢。同时我也代表小乐舞民间艺术团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再次祝您生日快乐。那我恳切的希望在座的朋友们跟我一起高歌一曲生日歌，好不好？好，好，我起个头啊！祝你生日快乐，一万！